你这样挺危险的，容易发生爆炸。没事儿，剂量也不多。林南一，这个给你，这个是我排了很久的队才买到的，还剩最后一天了，你抓紧时间写，然后明天给你换。我的妈呀，这倪小婉也太主动了。这不是明显逼着我们老林给他写吗？下节课什么课啊？计算机。那不就在楼上？不但输了吗？我们四个真的是，那快走吧，来不及了。你们把书给我吧，我给你们带上去。阿里嘎多。书。不用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爱奇艺 ，Strange Name，Amazing Shows。